这个男人就要被冻死了，但他却脱掉了外套。他将衣服铺在石头上，然后他脱下了裤子，最后还脱下了内裤。埃里克光着身子坐在零下30度的雪地里，因为他在不久前掉进过冰冷的河水中，如果他不脱掉衣服，他很快就会死。埃里克不停地抖动身体，然后朝手里吹气，试图让自己暖和一点，可却没有任何效果。随后埃里克看着地面的白雪，他拿出一个塑料袋，然后装满一包白雪。埃里克将白雪紧紧捂在手里，只希望能够喝上一口干净的雪水，可天黑之后那包雪依旧没有融化。更糟糕的是，他的衣服还没有干。就在埃里克绝望的时候，他看见不远处的山上有房子。埃里克瞬间看到了希望，他开心地欢呼起来，他决定天亮之后就过去。可没过多久，埃里克就被冻得瑟瑟发抖，无奈他只能将潮湿的衣服穿上，然后用滑雪板砍下一些树皮，将它们铺在石缝中当成床，然后将滑雪板盖在身上。就这样，他在极寒的野外度过了一个晚上。第二天，埃里克信心满满地朝着山上走去，但他已经两天没有进食和喝水，他已经非常虚弱了，他甚至看不清了，他只能凭借顽强的意志在寒冷的雪地中艰难前行，最终他还是累倒在了雪地里。当他再次醒来的时候，已经又过去一天了，他的身上盖着一层厚厚的雪。埃里克艰难地爬起来准备再次出发，却突然摔倒在地，他的右脚传来了剧烈的疼痛。他赶紧查看情况，却意外地发现他的右腿已经溢出了血，但埃里克没有任何办法，只能忍住剧痛继续前行。等他到达半山腰的时候，他抬头看向山顶，却惊讶地发现山上的房子消失了。原来冰冷的天气让他产生了幻觉，埃里克再次陷入了绝望，他疯狂地拍打着雪地发泄心中的怒火。随后埃里克冷静了下来，他必须保存体力，他不想放弃，于是他抱着一丝希望继续朝着山顶前进。可随后埃里克的右腿再次传来的剧烈的疼痛，他只能再次停下脚步。他将裤子慢慢地卷起来，却惊恐地发现他的袜子已经跟伤口粘在了一起，更恐怖的是他的腿已经肿成紫色。埃里克意识到他的伤口不能再耽搁下去，于是他做了一个疯狂的决定。男人将自己的裤子卷起来，却惊讶地发现他的袜子已经跟伤口粘在了一起，更恐怖的是整条大腿已经肿成了紫色。随后埃里克做了一个疯狂的决定，他轻轻地抓住袜子的边缘，然后剧烈的疼痛传遍全身。随后埃里克扯下袜子上的一块皮肉，此时他已经四天没有进食了，于是他再次做了一个疯狂的决定。只见他将自己的皮肉塞进嘴里，但下一秒他就感觉到严重的生理不适，最终他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。但他并没有将这块皮肉丢掉，而是将它收了起来。到了晚上，埃里克意外地找到了一个树洞，树洞里还有一副野兽的骨架。饿了四天的埃里克拼命地翻找，企图能在骨架上找到一点肉，可令人失望的是骨架上一点肉都没有。无奈的埃里克只能掏出手机查看有没有信号，没想到手机却因为没电直接关机了。埃里克已经被困雪山六天，此时母亲来到了埃里克的家里，他发现厨房里的碗已经发霉，母亲立刻意识到不对，他赶紧找到了森林消防队。救援队了解情况后立即爬出直升机，对整个雪山进行全方位搜索。而此时埃里克还在苦苦地寻找收音机信号，突然埃里克听到了直升机的声音，埃里克瞬间看到了希望，随后他便看到直升机正从他的头顶飞过，埃里克激动地大喊，可不幸的是他正身处深山之中，高大的树林完全遮挡了救援队的视线，眼看直升机就要飞走，埃里克支撑着滑板拼命地往前走，终于他艰难地走出了森林。令人绝望的是，此时直升机却离他越来越远，救援人员却只顾着向前搜查，完全忽视了埃里克的存在。直到直升机完全消失，埃里克的收音机也没有收到任何信号，他彻底陷入了绝望。随后他无力地瘫倒在冰冷的雪地上，此时天空又下起了雪。更糟糕的是，埃里克已经耗尽了自己的体能，他放弃了挣扎。突然埃里克想起了他的妈妈，埃里克从小被父亲抛弃，他便与妈妈相依为命，他不敢想象如果他离开了，他的妈妈会有多伤心，于是他决定一定要坚持活下去。就这样埃里克顽强地度过了第八天，此时他的身体已经达到了极限，为了活下去他做了一个疯狂的决定，
男人被困雪山超过了8天，他已经8天没有进食，此时他的身体非常虚弱。为了活下去，埃里克竟然掏出了自己死皮，可盯着这块自己身上的皮肉，埃里克却不敢塞进嘴里。可一想到自己的母亲还在等待他回家，埃里克强忍着不适将他塞进嘴里，然后将这块死皮吞了下去。埃里克重新燃起了斗志，他发誓一定要活着走出这片雪山。他掏出收音机，发现电量只剩下 9%， 他必须抓紧时间努力地往上爬。过了很久，埃里克艰难地爬到了山顶的边缘，随后他站起身来继续前进。面对寒冷的山峰，埃里克没有放弃，他拿出了收音机并将它高高举起，可收音机依旧没有信号。更可怕的是，埃里克的体力已经严重透支，最终他倒在了地上晕了过去。等埃里克醒来，他看见收音机还剩 6% 的电量，他不想就此放弃，他拖着笨重的身体奋力地向前爬行。终于埃里克爬到了山顶，他再次掏出收音机，然后朝着正中央缓缓爬去。随后埃里克满怀希望地看向收音机，然而收音机还是没有信号。更糟糕的是，此时收音机的电量已经快没了。埃里克彻底放弃挣扎，他按下了录音按钮，给母亲录最后的留言。 Hi mom, it's me. I don't really know what it is I want to say. I love you, mom. 随后他艰难地扭过头来，看了一眼被他征服的雪山，然后缓缓地闭上了眼睛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就在收音机关机的最后一刻，他终于收到了信号，基地中的雷达成功锁定了信号的来源。随后救援队快速出动，他们来到了埃里克所在的山顶，将埃里克救了下来。男人成功活了下来，但是他膝盖以下的腿部全部截肢，但埃里克仍然坚持自己热爱的事业，他成为了一名冰球教练，他的事迹鼓舞了年轻人。